还叫那拉扎车么的道理极高，能够白天不就起就烂的，还叫将近下来哟，二百老么多个都是烂的死，那么啥的用我的特征，用的没干多子啊，晓得我的也叫高木匠改都没干死，有些人的嘛叫，你前面干了嘛都他没干我给吃不了也多啊，reserve 那等于到钱了到了，侬要么赚么到哎。老三到那里嘛，后头母孙了都了嘛，那太医，现在医就医都烂了，也比孟家都莫家庄都不要的，我谈到了，一两年我才熬着拉着，白着拉，不着拉，就拉这些个月吃去了的。有些那估计了，我也都谈听，大家呢我到哪我听，莫家庄去了听，就特别去谈呢，都太带估计就多的太带了，啊，过年节朋友们不带了，但是呢，亲戚挺好带的。我还了解没？忙说了解，就做这打那个保险，因为都多了呀的，因为叫多着叫多呢。老年人呢，建议做年个，哎呦，年长的不做呢，要忙，没把没干，钱没干都把忙了，哎，个保险挣的，人工了都比人家差不多，只能贴半年都没找赚赚没干来了，人家的股，人家被人家忙，股人忙了呢，股人能忙呢。
你要包走的家庭，你要走的家庭，那就要收，那就路都好看没错，看哪一块去打听，还是开天一个比较包的，别蒙头中的家头找找呢，哎，蒙到家，你蒙你家找你路上的，也可能要一样的顾客天拿老师，哎，好叫么个天叫么弄呢，人家装的，别莫别那辈子有找找，把米盖被修，别在都在前面干呢，哎，用现在这么弄的等比钱哦，甚至来着嘛。